第二节，树的组成。好，这一节我们来学习树的组成，请小朋友先看老师。那我们树的组成呢，是从二的组成一直到十八的组成，请小朋友先看老师，把它们做一遍。等会呢，我请小朋友来和我一起做，请看好。首先我们来看二的组成，一、一、二。好，那二的组成呢，只有一个，一、一、二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三的组成，请小朋友看仔细了，一、二、三，二、一、三。好，四的组成，一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四，三、一、四。五的组成，一、四、五，二、三、五，三、二、五，四、一、五。六的组成，一、五、六，二、四、六，三、三、六，四、二、六，五、一、六。七的组成，一、六、七，二、五、七，三、四、七，四、三、七，五、二、七，六、一、七。八的组成，一、七、八，二、六、八，三、五、八，四、四、八，五、三、八，六、二、八，七、一、八。好，九的组成，一、八、九，二、七、九，三、六、九，四、五、九，五、四、九，六、三、九，七、二、九，八、一、九。十的组成，一、九、十，二、八、十，三、七、十，四、六、十，五、五、十，六、四、十，七、三、十，八、二、十，九、一、十。好，十一的组成，二、九、十、一、三、八、十、一、四、七、十、一、五、六、十、一、六、五、十、一、七、四、十、一、八、三、十、一、九、二、十、一。十二的组成，三、九、十、二、四、八、十、二、五、七、十、二、六、六、十、二、七、五、十、二、八、四、十、二、九、三、十、二。十三的组成，四、九、十、三、五、八、十、三、六、七、十、三、七、六、十、三、八、五、十、三、九、四、十、三。好，十四的组成，五、九、十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四、七、七、十、四、八、六、十、四、九、五、十、四。十五的组成，六、九、十、五、七、八、十、五、八、七、十、五、九、六、十、五。十六的组成，七、九、十、六、八、八、十、六、九、七、十、六。十七的组成，八、九、十、七、九、八、十、七。十八的组成，九、九、十、八。好，小朋友看老师把从二到十八的组成一起做了一遍。那接下来呢，小朋友要和我一起来做。小朋友在家的时候呢，也要经常练习我们树的组成。小手预备。